晚上如果想要吃宵夜的话，我们一楼秘密时光会有赢到零食的贩卖机都可以供您做购买。他说宵夜在哪里？对，我马上忘记。对，我要。哎、欸，我们就在这里。按 B 打开。进就进。我们今天的房间。家族，大家好。烟波饭店，烟波饭店，大家好。大声点，订阅。讲好了就有一个糖果。看我这边。大家都是 KOL， 很有意见的，很有意见的，赶快。现在是我们的群星会，爱喝酒的奶奶，倒快点，你们自然一点，我不经意的在拍照，开心开心。我妈有去过，爸爸你有去过吗？那你刚刚讲的，讲的跟真的一样。来喝酒，有没有很开心？很开心，耶！空干一个耶！为什么喝？老忙，
包装的时候裹。关你11点再来吃。哎呀，我要等半个小时。这还没好，要餐具。是吧？是啊。就不用你买。我要电啊，不电啊，他想的，哎呀，打翻的。那我用。不电啊。这是他们。三个。一家三口。那个叫给小孩子，妹妹他们两个生的。不然你就不要出去了。不然你就不要出去了，来。你做到11点。大家都要再出进来哦，中间不要搞。那你可以吃面包吗？不是我叫他做到11点，然后你就在那边一直吃。对，这块加好加进，一个奶粉，瘦的就白干了。这个面，这块你把它堆住了吗？对啊。没看到这种。
早上大便了，没有，没有。
那你给我一口，一小口辣，还有米有面这样。哦。儿子，咱挂一块给你。儿子，咱挂一块给你。这个可吃，这个可吃面。我带过来。
哭啊，把它再吃完，我再说话。加点，嗯，不加哈，嗯，不加蛮少，嗯，不加蛮少，不轻的，就是正常的，还是吃那么多，再少点，对，吃那么多，就是。我夹一半牛丝蔬菜，一口就好了，不需要夹。我怕你太多。跟夹的还差，哎，你夹一点。我面只有两口，不要少。我也有，我也有放青菜。你慢慢看，错。火腿跟蟹肉，那旁边都是鸡爪关的，那旁边都是，嗯，那旁边的蔬菜全部都在加。他说卖茶吗？另外一种头，都是蒜。
强的哈。Thank you.
你要拍照吗？你看看那边的。现在是我，他被我骗了。你没弄到。有吗？叫虎的三。快点啊，在那边。四十几。哦，有有。都站好了。后站来吧。好了。可以。OK。好，加油！别忙了，老实按哦。啊。脚抱。